位挑战者是谁来了？来。这个人就是排棒次运气很重，对，前面一个鬼刚唱完，对，然后突然来一个仙女，再怎么样也就过关了。因为大家的脑海当中都还是玉林哥那个，还有黄明志，所以他们没有在听歌，他们是看人嘛。那又怎么样？人家前面也没有人举啊。这刘秋兴为什么会举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很简单，他只是要引起你对他的注意。秋兴啊，为什么？对呀。没有，假如他唱那么好，应该只有我一个人会举了，没什么影响了。哦，所以我就举了。是这样吗？跟评审握个手，握个手，握手，握手。OK 的。抱一下，有抱一下，有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哦，有有。你这个评审真的是。哇，对哦，我都忘了，我对。好幼稚哦。看到喜欢的女生有一点坐立难安哦。对啊，这脸还变白了。那一直眨眼睛是什么？里面有黄脸。抛媚眼。抛媚眼。放电哦哦，这样这样这样，凭什么高？秋兴哥很有个性啊，我们以前其实同个公司，真的吗？有这个渊源，那他都没有特别注意你吗？有照顾？嗯，我想一下，有想要照顾，那时候还小，有没有彼此有电话？没有电话，也没有，连这个都没有，没有。但是秋兴有电话的，有钥匙，家里钥匙。加油拉塞的，对啦，就搞而已。他们会的东西多。我要讲真心话，我很少说介绍谁跟，但这个女孩子是我喜欢的，真的，很个性，哥挂保证的。然后因为我她拍过我的电影嘛，微电影，然后敬业精神让大家会觉得说，哎呦，感动。而且一起出过外景就知道，对，很认真的一个女生啊。怎么样？有没有留下？待会就留电话了。不是待会儿。就现在，那现在要活在当下啊，好吧？我们就直接写在手心，他不写在手心，那个没诚意，真的写在心上，好吧？你去他的耳朵旁边，他不能帮后面听到哦，偷偷跟他讲，
几号这样？对，几号？几号？对对对，好好。哦哦哦哦！哎，对对对，真的要讲，真的要讲。你坐，你坐，你记得住吗？要留家用还是手机？都可以啊。什么年代还有家用？哎，念多遍一点，念多遍，来来来，邱星哥那个速读很厉害哦。啊。零九就不用记了，因为大家都零九嘛。对 ，OK 了啊。有记起来吗？有记得啊，零九三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到台湾都知道，你自己记就好，你自己记就好了。今天相当不错，恭喜过关。